是我们的管理处，那也有同时通报这个丰田派出所。那我们请丰田派出所去查看的时候，发现人已经离开了，啊，所以在现场没有找到一些相关的人士。他就是把我们的整个镜头，然后做了一个大幅度的调整。对，我们镜头本来是定时会转向的，对，结果他硬是把我们转了180度。一，未戴口罩的部分，啊，依这个疾病防治法的规定，就是他会处罚3000以上到10000以下的，一万五以下的罚款了，啊。